同学，我们接着看清凉大师下面的开示。是以缘起之法，总有四义，以缘生故有，即妄心分别有，即住识熏习是也。这一句是从四上讲的。佛法常说诸法了因缘生，也常常讲呢缘生。凡是众缘所成的，决定没有自性，就是没有自体。我们所看真是所有的有为法，刚才说过，不但是物质，包括精神。精神也是因缘所生法，没自性的。因为没有自信啊，所以个个不相知啊。正因为个个不相知啊，所以他才形成了缘生。这个地方讲得很好啊，妄心分别有。诸法从哪里来的？物质是妄心分别变现出来的。住识的熏习，50亿心所，皆由四分自证分，正自证分，见分相分。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住识熏习而来的，熏习还是属于缘生的。精神物质啊，总而言之啊，都是缘生之法啊，缘生故有。第二个意思是缘生故空，缘生故有，有是有相，有这个形象现象，精神的现象，物质的现象，有相啊。没有性体，无自性，所以前面经文里就讲过，诸法无作用，业无有体性啊，事故比一切个个不相知，叫故空啊。清凉大师在此地说的这些，实在讲，我们用电视这个画面啊，用电脑网络这个画面，比清凉大师讲的更容易体会啊。为什么？这个就在眼前呢。
色相我们能见到，音声我们能听到，音声色相有没有呢？有，云生故有。可是你要晓得，这个色相音声当体皆空啊，真的是了不可得，云生故空啊，云生所现的相，刹那生灭啊，整个画面，我们讲这个荧幕的这个画面，整个画面啊，无论这里面是精神的或者是物质的，能现所现，能变所变，岂不是前面所讲的并皆宿命？哪有相知啊？啊，个个不相知啊，没有自体啊，真的是当体皆空啊。啊，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啊，这个相，包括精神的现象，啊，物质的、心理的，通通包括在其中啊。这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呢，无性故空啊，无性故有。论曰，以由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经云，从无住本呢立一切法，即上随缘是也。无性故有。我们对这一句啊不太好懂，但是讲随缘呢，又觉得很好懂。无性故有就是随缘，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缘有啊，性无啊，这个意思不难懂啊。任何一法，无不皆是。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包括尽了啊。那么清凉大师举经论里面来作证啊，说明啊，亦有空义故，一切法跟经上所讲的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是一个意思啊。这是什么呢？前面说过无中生有啊，有不能生有啊，如果有它就有自体了，有体性，
有体现就不能随缘了。万事万物没有体现的，所以才能随缘。随缘随什么缘呢？妄想。最近我们从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可以看出，无心固有，原生固有，你能看得出来啊？这个缘起四意呀，都能在水实验当中看出。我们一个善念，一个恶念，都是妄念。正念是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是正念的。那么我们现在无念头的时候是不是正念呢？不是的，我们今天什么念头都没有是无明，不是正念。彻底觉悟的人是大彻大悟，他才有正念。正念是觉，不觉的人没正念。为什么？不觉就落在无明，无明则妄动，心不清净啊，没有念头，什么念头都没有了。佛在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这叫无念，无想，无想将来的果报啊，四禅有个无想天，将来你往生呢，就生到那里去了，无想天是个外道天。完全不求，那换一句话是，那里头只有无明啊，没有别的。无想天的受量，就是他的定力，他定了个不是。那个定不是真的禅定，真的禅定得到之后就不会失掉，他这个禅定得到之后会失掉。到定功失掉的时候，他的妄想生起来了，那妄想不是好的妄想，毁谤三宝。因为他自己以为入到大涅槃的境界，大涅槃是不生不灭。到他定功失掉的时候，我入了大涅槃，怎么还会退转呢？古圣先贤讲的话不是真的，欺骗我们的，这就毁谤圣贤。回谤圣贤的过失啊，很大了。大在哪里呢？因为你影响别人，使许许多多修行人呢，看到你这个样子不相信，这个罪就重了。这个罪是
断一切众生发生慧命。你的影响越大，那你的罪报就越重。所以无想天人堕落都在阿鼻地狱，佛在大乘经上讲的，所以不能够把无想当作一个好境界，那就错了。重要的是要觉，我们无想，无想外面境界不明了事实真相一无所知，那就是属于无想不是真正的这个心地到极尽。心地到极尽它起照的作用你看三无漏学不是说吗？因界得定，因定开慧那是真正的禅定，心定。心定了，心的作用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见，那就对了。无想定里面虽然他没有想，他那个心也是好像是定的，没有照的作用，这就错了。所以禅这个意思，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禅定是梵语这个翻译的时候叫华梵合一禅是梵语，定是华语，这禅定因为禅跟中国的定的意思很接近，中国人讲定所以把这两个字合起来那么加以解释解释一般翻的是翻作止观止是定的意思，观里面有禅，禅有观的意思止观就是禅定那么无想定里面呢有止没有禅没有观这个错了，有观没有止，心是浮动的有止没有观那个心是暗钝的止观双运这叫禅定有止有观止是如如不动观是清清楚楚所以禅定平常也翻作静虑静就是止，律就是观他清楚，他明了，清楚明了怎么样？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跟凡夫不一样睁开眼睛他见，他不是不见的，他见得很清楚决定没有分别，没执着，要有分别执着那就变成凡夫了。禅定没有了所以真正修禅定不一定要盘腿面壁行住坐卧皆是禅大乘教里讲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
啊，那你们想想看，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定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禅。盘腿面壁是静坐，是修禅定的前方便。啊，我们一般凡夫这个心都是散乱的，啊，找个地方静坐一下，把散乱心收一收。这是修禅定最初的手段啊！真正这个功夫得力了，行住坐卧都不散乱啊，也就是利妄想分别之处啊，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这个叫禅定。那么禅定的理论与方法统一切法啊，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修学禅定的方法啊。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是不是禅定呢？是的，不但是禅定，是高级的禅定。啊，世尊在《大集经》里面讲的，持名念佛这个方法了，是上上深妙禅呐、啊。啊，那很多念佛的人不懂啊。看到参禅的人心动了，又跟他去学参禅去了，不知道念佛是深妙禅啊！念佛何以是深妙禅呢？念佛，大势至菩萨教我们念佛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大师这传给我们的，都摄六根是指啊，净念相继是观呐、啊。你说他是不是禅？一心念佛，一心是止，念佛是观。你看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是观呐。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是定啊，是止啊，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们想想，止观是不是都在其中？那怎么不是禅呢？啊，念佛最佳、最怕的、最难的，夹杂，啊，夹杂着妄想啊，我不想夹杂，
可是偏偏妄想就那么多。很多同学跟我说啊，这个事情不但是在这个时代，古时候就有。我们在许许多多净宗典籍里面读到啊，印光大师文钞里头就讲了很多。净宗祖师大德的语录常常提到啊，你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文钞里头告诉我们，从前念佛堂比我们现在殊胜了，如法了，我们现在赶不上古时候啊。仪规严格啊，真正在念佛堂放下万缘，一心正念，在念佛堂是练功夫啊，真叫修行啊，啊，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打掉吧。印祖讲至少要3年的功夫，进念佛堂3年功夫，天天认真在念啊，印祖的标准就是普通的夫妻啊，念佛堂的功课就是普通的夫妻，一天6支香啊，1支香1.5小时，长香2个小时啊，6支香就12个小时。每一天在念佛堂念12个小时，这样啊，锻炼3年，在1支香里面还有3-5个妄想啊，就不算多了。这2个小时当中啊，在念佛里头还会夹杂着3-5个妄想。你就知道不容易啊！啊，所以有很多同学来跟我说：“啊，不进念佛堂好像还没有觉到，一届进念佛堂，发现自己妄想怎么会这么多，扶也扶不住，啊，越想扶他还越多。”啊，有人就说了，这个妄想是不是念佛念来的？我不念的时候好像没有，哎，越念好像妄念越多。祖师大德跟我们说，不念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没注意到，这一念佛的时候这才发现，不是念佛会有这么多妄想，不念就这么多。啊，那怎么办呢？不要怕。每个人都是从这儿经历过的。即使是诸佛如来开初学佛也是这个样子。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方法也非常妙，不要理他啊，不管他，把精神呢意志专注在佛号上啊，一面念佛了，妄想随他起，不理他，这样慢慢你的功夫就得力了。
你的这个妄想呢会减少，一年比一年少啊，三年一志向里面还有三五个妄想。印祖说功夫不错啦，啊，一志向里头一个妄想都没有，你就想想总得个十年八年。才能成功啊，这个事情急不得。要用平常心去学习，念佛在大乘教里面号称为一行道啊。八万四千法门，八万种不同的断烦恼的方法啊，也就是断妄想分别执着。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啊很难呐、啊但是不能够怕难啊，一定要去做啊，诚心诚意做，用念佛的方法还能得一分佛力加持。这个是其他法门里面没有的啊，我们能得佛力加持。那么像这些大乘教，我们听了读了有帮助啊，有什么帮助呢？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知道一切诸法都不是真的，我在从前曾经在讲席里面教导过大家，看电视休息啊，在家同修，你们跟家人在一起看电视，你要不看，他觉得你学佛怪怪的。啊，学佛的人有智慧呀、啊！可以跟你家人在一起啊，一样的跟大家一起看电视，他们看电视是随着电视的画面境界转。啊，你一看电视的时候，你在那里做观想，你去看这个画面，似有理无，相有性无，般若经上所讲的一切法就是画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很容易看得出来啊。我们就是这个观念很薄弱，印象很模糊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环境当中还是起心动念，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念念都在造业，不知道这个境界相啊是幻有的，是空寂的啊，是了不可得的，不知道。你要知道事实真相，你的心就定了，你不会起心动念了，不会
分别执着，你就不造业了。念头只要一转过来，全是敬业，与大乘教啊就相应了。正是清凉大师前面所说的，若大妄缘成净缘起啊，把染缘起转成净缘起，哎，看电视是个好方法。别人看电视是娱乐，你看电视是休闲。啊，大乘经教里面所讲的是这个诸法实相，你在这个里头全看穿了。啊，这个看穿之后，一回头，我们日常生活原来就是这样的。啊，永嘉大师讲得很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那迷的时候，哦，这个电视画面的时候，你就迷在里头啊。啊，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啊。你被他所转了，觉悟的时候是幻象，当体皆空，了不可得，你就转了。所以法无定法了，总在当人觉迷不同，一迷一切迷，一觉一切觉。啊，所以这个一端啊，以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从无住本立一切法，随缘。啊，我们在荧光幕上是特别明显啊，能够看得出来。第四呢，无性故空，啊，即一切空无性是也。一切是指法，啊，一切法无自性啊，无性之性就是真性，啊，真性是一。故空无自体，确确实实了不可得，确确实实是当体皆空。我常常讲这也是我修行的一个方法，每一天上床睡觉的时候，跟死有什么两样？啊，学佛的人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睡觉的时候睡着了，跟死一样。这个世间哪一样是你的？包括你的身体都不是你的。
这事实摆在此地，每一天等于小死一次，你还不觉悟？你在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好争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们没有法子出六道，生生世世在六道里头流转，啊，什么原因呢？放不下，以为什么都是真的，啊，佛在经教里的种种方法都是教我们觉悟。只要觉悟了，佛陀教诲呀，你就得到了。这一大段经文，正知正见呐，如来的正觉。啊，给我们说的是诸法实相啊，实相非空非有，非一非一，你不能说一心，你不能说种种，啊，一心种种。是相辅相成，一心种种没有妨碍，一心种种个个不相知，啊，一心种种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呐，一心不变。种种随缘，啊，一切空无性，一切法毕竟空无自性，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再看下面开示，是帮助我们破除错误的见解，佛法里叫邪见。是以无性缘生故空，啊，无性缘生空啊，这是真知真见。这非无见断见之空为真空也，啊，无见没有看见，这是空的，啊，断见呢，所以人死如灯灭。啊，这叫断。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来世，啊，这个见解叫断见啊。你看现在很多人，我没看见，没看见就是空的，没看见就不相信。啊，六道轮回没看见，鬼神没看见。这是假的，没看见的东西多了啊！所以佛法讲空啊，不是无见断见之空，
啊，是什么呢？是无性缘生故空，这叫真空啊。啊，无性缘生故有，这非常见有见之有，啊，常见有见也都是错误观念，啊，什么叫常见呢？常见是执着，人死了来生还是人，狗死了来生还是狗，啊，他相信有来世，啊，但是人不会变成狗，狗也不会变成人，这叫常见，这错误的。啊，有见必须亲眼看见，他才承认。看不见的，他不承认。我们六根接触的范围有限啊，九法界一真庄严看不见的，啊，他不承认这个东西是有啊，啊，所以有不是这个这种有，而是无性缘生故有，啊，这才是真理呀，啊，这叫幻有啊。幻有即是不有有，真空即是不空空啊。不空空故名不真空，不有有故名非实有，这个几句话我们要多念几遍，要把它念熟。为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用这个来提起关照，有是不有有啊，无中生有啊，有即是空啊，啊，空是不空空啊，空它会生有啊，啊，空是无，无中生有啊，所以那个无不是真无啊，有不是真有啊。啊，那个有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一定要记住真相，我们所以见不到这个真相，因为自己的根太钝，太愚痴，啊，六根接触外面的六尘所产生的印象，啊，眼见色有印象，耳听声有印象，鼻嗅味有印象，啊，这个印象存在的时间比生灭的现象呢要慢，生灭的现象非常快，
啊，生灭已经灭了，我们的印象没灭。所以借着底下的时候，这个前念灭后念生呢，这速度快，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到有生命，觉察不到啊。道理在此地，啊，实际上我们这个印象的这个见色闻声印象的这个生灭的速度也很快，可是比起实际上这个诸法生灭的时候要迟缓得多。啊，我们前面讲经有比喻，啊，譬如我们眼睛这个见这个色相，耳朵闻这个声音，啊，我们这个印象啊，生灭的速度啊，大概是十分之一秒的样子，甚至于啊还要多，啊，这个大概是这个四分之一秒，啊，六分之一秒，是这样子。啊，可是我们电影放映机的时候呢，它这个生灭的速度啊，是24分之一秒，快得多啊。我们这个印象还没有灭，它底下片子换好多张了，所以没有办法觉察它是假的。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刹那生灭，那个速度快的我们没办法想象。啊，人王经上讲的我一再说，是世尊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方便说用我们现在这个计算一下的时候，这是一秒钟216000次。我们现在这个电影的这个底片是一秒钟24次，人家一秒钟是216000次，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啊，就从世尊方便说来说，你要是。常作如是观，你会开悟啊！你在这一切色相里面，你还会起心动念吗？不可能了。不会起心动念，你不就入了大定了？啊，要是念佛求生净土，确确实实啊，能帮助你提升呢，往生到十报庄严土啊，不是不可能的，真有可能。这后头还有一句，非空非有是中道义。啊，这个小注里头讲，此中空有皆是中道。啊，这个会中会叫你体会啊，体会到中道义，没有一样不是中道，一中一切中。这些经教里的这些话的时候，总是要记住：一有一切有，一空一切空，一中一切中。啊，菩萨看一切法，
中，什么叫中呢？非空非有。啊，他心是定的，心是清净的。啊，凡夫执着有，二乘执着空。菩萨知道非有非空，空即是有，有即是空，空有是一，不是二啊！啊，然后你知道性相是一，离四是一，啊，那个一就是中道一了。现在时间到了，啊，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